원난혼야단가이차리과이도단타이와아회라无简单嘞，安怎讲？弄歌也弄袂准啊！啊，唱歌调也袂准，唱歌跟五音不全啊！对啦，好啊，老师吼，当下个三不五时啊吼，有滴要试你的麦克风，搁调工放回鼻塞去啊嘞！呀！鼻塞都唔免共讲，迄个唔是调工放回鼻塞，真正鼻塞啦！我真正鼻塞呀！啊，是落去讲啦，我诶人我拢是落去讲，爱唱歌出去就逼车，我多人引导先管安尼啦，人引导会逼车哦，哎嘛是落去讲，好，你看咱诶节目够有法度做一二十档，你得看嘛，调调未准，搁会逼车，啊，安尼够我做二十多档啊，靠个真正实力坚强诶啦，能力就够强啊，免甲做了。对，拿两亿，拿两亿。你讲啊，回忆跟追忆。较正经诶，今日是新的开始啊！啊，新的开始，因为今晚是九月份了嘛，九月份，九月份哦，九月份啊，然后小朋友个开始去读册啊，去读册，啊，咱呢大人那个开始嘛是恢复正常的生活、啊。对啦，咱今晚的囡仔无得辛苦，比孙仔无得辛苦，比你得规划你家己的时间。好好
比如讲四点到六点，你就爱人起来。哦，对，都爱看节目。这个是咱的时间。迄咱未使无，迄绝对一定爱有诶。啊，那是讲要、哦、要煮饭诶，咱就是六点你要煮饭。对啊，你迄阵就是咱关开。喂，你讲啥话？那是上播，那个差不多两点就可以上播，四点就好上来。原来那样。哎到尾婚了，有足济个交通法规，哎呦，有新的上路，是哦，哎，像恁较早咧行路，就是爱靠右边嘛，对啊，对啊，哎，即卖无一定啊，哦，即卖呢，即卖讲吼靠左边嘛不要紧啊呢，哦，因为你安尼只有看到，看到来车，嘿啊，你若靠右边，后边弄起来拢无看到，对啦，啊，咱若行倒边，嗯，车伫对面来，咱看有啦，哎对。但是恁开车嘛是一定爱靠右边，未使靠，未使逆向啊！嗨，为什么恁开车的人一定爱靠右？为什么爱靠右？哼，真正有影，未使靠左。哎呦，请水，请水。老师，你唔知哦？我问你听，我去考驾照哦，敢那比起我考七百卡。还车开到好，跟他考七百呀！有，我考驾照，跟他比起哦，我考七百噶，我考。刚刚那拢不利呀！真的哦。哇，可怜，啊，落课一日就过啊！哦，落课一过啊！那我落课，我把书开开就等于过啊！哎，比起的，我都无读册。哎，讲实在的哦，那我落课嘛是一届就过啊呢。我真正把酒开开嘛过咧，伊是颠颠落来，跳颠呐！我咪考试时阵都要跳颠啊！哎呦，老师，你真戆个，全部拢唔拢拢。我是讲你咧，你咧倒车入库都无倒入别人。路边停车说的，都入袂入去。安那，老师，安那，你当作你安尼讲这你要坐的位哈，我请教你的问题，你个会当放好袂记住吗？哎呦，为什么开车爱靠右？车水。我要讲啊，你讲，因为哦，是哦，神明配保佑，无保左边啊，右是保右边、啊，保佑，跳，跳，哎，神明保佑嘛，哈，保佑。又要正边无保左嘛？神明保佑，所以呢，咱那是咧开车嘛，是爱靠左边呐、啊，啊，靠右边呐、啊，靠右边呐、啊。啊，个什么款的人？什么款人？无适合去加油站上班。什么款人无适合去加油站上班哦？对。哎呦，唔知哈、啊？唔知啊？啊哈！我讲啊，和你讲，油腔滑调。真巧呀！你唔好听人讲讲遐，阮这调地人哦，你讲讲，调地人嘛是会晓真嘞。无啦，阮这调地人，阮袂，阮拢直直，阮调地就是安直直，伊袂弯翘啦。袂用调，用调哦，地哪呢？嘿啦，闹球，闹球，你哪呢？弯弯翘翘。那嘛是调地人啊。哎呀，较正经个啦。今一个今仔当时。今仔日啊，七月十五嘛，吼，今日是中原普渡节。对啊，对啊，啊，所以规四月拢咧无闲啊。嗯哼。哦，啊，真有个人嘛，开始离庙里咧无闲，无离厝里咧无闲。呵呵。做侪人嘛，吼。啊，有话是已经无闲起来扛啊，像咱有做侪头无山啦，吼，做有地灰个个放好咱无闲。伊就干脆离只破阴村就袂无闲啊。哟。哦，啊，有个人是真开始离厝里无闲个样。啊，佮有话佮所在佮落雨，拢爱细个爱注意。对啦，对啦。啊，你那是有咧普渡吼，咱呐咧烧金纸啦，咱来注意一下。嗯。哦，迄个烧金纸啊，未使人离开迄个所在。安全。吼，啊，一火车爱顾好。安全第一。哎，唔能因为恁咧普渡啊，挂厝拢破。哦哟。以前吼，以前是拢草啊厝啦，啊竹笼啊厝。嗯。啊，所以哦，较容易倒火啊，即卖是较未容易倒火，唔过。现在车辆太多了，水火无机车啦，车啊！你即摆若拄好有金纸，你倒火啊，规堆车卡咧，为乌多麦变落吼，
那你我多半老油也倒开，水火无情啊。对啦，爱倒开泡会泡袂滴，因为油和你淋水淋袂花。好好啊，所以也是较细致的啊。细腻无成本啦，啊，细腻无。老师肯定关心。哎呦，就是爱关心咯，爱叮咛一下。对啦对啦，哎，看你都拜拜过的物件吼。好。咱爱赶紧。来吃一个，赶紧甲处理你。无容易派像这个天气。嘿啦，唔是向遐底下吃过，讲有个人讲遐有流嘴烂嘞，啊，物件就会派去。唔是啦，这个天气无变，遐个物件你也。你也无变，看看久啊！主要在你也拜到下昼，有诶拜到下晡，还未歹嘛歹。对个过节嘛难。还个对个所以老婆生咱有得卖迷信啦。忙看团好下底呀。吓啦，迄好下底也无做啦，哎呦，真正咧看团下底啊。看团物件容易歹，拜拜物件容易歹。哎呀，你个你都那像讲，你拜拜啊，咱咧迄款物件用底下包咧，较未去引到香火。哦，啊那一寡海产的物件，咱顶完就买规包的冰夹夹藏的，还是夹藏的底。哦，好会当会冰起，啊无你了拜拜拜了，遐物件拢歹呀。哦，不是爱打拍透我亏哟。啊，人张春大姐讲那透我亏呢。迄种人家也大时候也底下吃的。透亏透搞的透亏。透我亏好呀，底下要方便呐。拜拜嘛是嘛是人家的，较好呀，底下吃呢。啊好，底下别个吃拢惊死。因你吃食无形的呀。对啦，啊是一点心意嘛。嗯啊。哦，嘿，咱今仔日都一个心意，对这这这诶诶，威信尊重。嘿啦，是安尼呢。好好。那记者先叫出来啦。我来记超五。一百。一二三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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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左边。哇！三四，啊，王宝强，来过来，一对，二三四，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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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三四，上去，二三四。一二三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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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一次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上去。二三四，竖立牌，拖出去，咻！啊，真好哈、啊！啊，我刚讲我卡卡无遐退退呀嘞。真的呀、啊。哎呀，会当跳啊嘞。哈哈哈！够好了，应该。讲咱佛堂，你讲无用啊！你啊，行去行到行行，讲街灯光天水，哎，因啊街灯光行路是安尼呢？哈哈哈！无，我都爬楼梯啊！伊迄爬楼梯拢一站一站啊！一站一站。你也看，你也看了，直接老给我哩啊！哈哈哈！那我嘛，够啦！嗯啊，好，盖狗啊，盖狗啊，笑你啊，这技能没矮，就他啦，哈哈哈哈哈。啊，那表示工人这边欢迎进。哦，对了，老师你要爱上一个水花都穿好哩。真正上好是啊。应付会搞。咱今麦有一个高材生伫遐订单呢。好啦。好。啊，今仔日要来讲啥？柯老师讲啥？啊。今仔日要讲啥咩？老师。啊。讲到咱较早吼。嗯。为细汉的时阵啊。对哦。哎，你骑骑啥物车？你敢有印象哈？我，无啦，我讲你听哦。好。那细汉，阮是阮倒是盖山啦。好。啊，迄阵呐是，就讲要去红车吼。嗯哼。啊，拢爱用行路的。大家嘛拢用走路的，无，人个有个人厝内面有卡拉车，
弹个徛。哦。啊，阮无啊，阮阿妈拢会甲我嗌呢哦，吼。啊，用嗌。嗌，安尼啊，阮阿妈，阮阿妈人个大汉咧，行路紧呢。哦，安嗌呢，安尼安尼。啊，伊是带几个去红请哈？当然嘛是带我去红请。带一个尔吼。哎，我大汉了，卡去换带阮小弟。带啊，你个无去对着啊？啊，我着大汉，我做工课啊。哦。嘿啊。啊，以前呐去红请哦，阿妈拢会交代。交代啥？迄个电煤啊炸嘞，炸电煤啊要创？包好囡仔炸嘞，手棍啊大条的哈，啊，哈，哟，要创啥呀？包鱼丸啊，包草鞋啊，包大料啊，包筋啊。恁个天王去遐炸？电煤啊？啊，较早无分落啊，好人啊。较早好咧分落啊，较早都无咧分落啊炸，较早拢嘛炸包囡仔去。哈，啊的。一杯硬，都无硬对嘴饮落呀。人迄菜阿袂坑个，菜都旁边大家开始唱啊。规桌人拢安尼哦。哎，在咧唱啊。哎呦，啊，就像七月时咧，好像底下咧唱那同款啊。是哦。真的啦，我讲真正啦。很屌呢。我家老婆说，我真咧讲伊，讲啊，有影，张惠妹去用唱过，对啊。啊，有影就是安尼啊。不过恁咧电话也加一卡呢啊，啊，即摆来的即个那是大风，你人硬大风来，啊，较淡一点，哪个一行来要安怎？我讲听哦，嗯，迄顿也较昏啊啦。好，打了就用筋啊，啊淡的就直接为电话落来啦。问什么菜拢讲落讲。对啊。啊，迄打了还打了包的。哦，不过即摆像迄筋啊啦，哦丸啊啦，那你汤内面有丸啊，啊好丸啊起来嘛。嗯，哎呀。哦，一寡打料会当包的，煮了八宝丸迄个，拢用包的啦。所以即摆叫即摆的菜买啊，就味出来啊，你啦。对啦，啊，因为迄阵哦家庭散啦，嗯，啊包完包去哦，家己啊直接炖来又无菜啦，顺手卡卡炖来，你知哦？给炖来两三工。无，最主要卡炖来厝内面的人，人做工过炖来有人食。好好。是安尼。会叫饭个最好食啊。哎，唔是阮的想法呢，几乎大家人拢安尼想法，因为。以前人生活紧嘛，其实讲安尼嘛无唔对，咱拢为着厝内底人设想啊。拢嘛是安尼，拢嘛是安尼。派代表去，你就是爱包物件回来啊。对啦，以前食吼，较袂晓以前啦，要食鱼食肉吼，都要等拜拜啊。啊无嘿，啊无都要奉请较有啦。啊，咱平常时都寒签，啊寒签门，啊寒签门起来，饭店要找无几点呢？规开个拢寒签呢？啊，有阵时啊冻。干那暗淋淋的就饱，啊就放了就枵然嘞。寒枪跟寒枝无同款哦。啊，寒枝是规条，寒枪是串签的，你是？哦吼。是串签来拍的。无讲品种个对哇。是啦，都反正是只要寒枝就串好，寒枝是一丝无串签啦。好好。啊，拍个大叫寒枪啦。哦，是呀。你这不艰苦的，什么那么艰苦的嘞？我是清寒家庭的嘞。我咧食诶寒枪嘿，搁臭香嘛错落呢，真正呀，好对哦，老婆生。啊，以前是安尼，啊，人家做工课，啊未接阮这个算迄个。你哪人？就放个卡中间，阮这无未当先接啊。好，拢爱把拢做工课，人先食饱了，才轮到咱啊。啊，对了嘛，安尼。轮到咱的时阵，咱个无物件行煮啊，无物件行配呀。啊，你遐暗淋淋的啊，就饱。啊，你就那放个啊，就腰。啊腰要安怎？啊腰多腰，囡仔下较安尼。哎呀，我到下较安，以前也无洗碗啊，也无点去人煮啊。有洗碗。钱不是同款，不是以前根本都无迄个物件，但就是无钱，洗面开咧，无人会去买啊。好，对无？以前都年代就是安尼嘛，都大家无钱啊，三顿老人食，你来去食点心呢？实在是社会的进步改紧啦，改紧。短过十顿安尼尔，系啦，老无错咯。啊，讲一开啊，以前会当食啊，无人食啊。啊，即卖要食未堪得，胃未堪得啊。度掉的，讲未上火。哎呦，做一老婆生讲，哎，张伟啊，想要食都胃未康定。老婆生，你听我讲哦。嗯。你即阵脑胃未爽快，唔管是一车生的啦，度掉的、碰风的啦、胃炎啦、溃疡的啦，吼。会做的啦。会做的会度会疼的啦，吼。老婆生，你听我讲啊，咱的胃未好也好，嗯，用淡薄啊时间。一天，你会感觉你的胃愈来愈快活，你用三月、二十四月这个时间，你较用心的，
你相信张威啦吼，因为我这回我持的这观念宏观哦，事实讲，我以前有那给十六岁我来带胃病嘛，啊有好去，但是久久的又夹开。自从这回了后，有咱这个观念教方法，甲真已经看偌久啊，甲真有那七八个月有哦，我胃冇咧艰苦过。不管你吃什么东西，吃烧、吃冷、吃咸、吃甜、吃啥，我胃不爱讲会一吃酸啊，是安怎？未，那无算。但是你胃若好开心，你人用开啊。哦，为什么？你不讲我最近加用吗？为什么胃好人加用起来呀、啊？因为你胃好开心，你吃物件伊会吸收啊。哦。爱吸收的时阵哦，人身体健康就袂破病，啊袂破病就减吃西药啊。啊，你那药啊，西药改善嘛，这种相对的啦。你若搞病啊，食西药，迄叫恶性循环，愈食人愈散，身体愈歹。啊，你若无咧食，身体愈来愈用。但是万行就是呐，胃一定要用，胃若健康，身体就用啊。嗯，啊，你知无？我知。啊，变啊，胃会用。小等下，我讲关心啦哈。好好。超级。功夫。四块，四到丹田金块，嘴合合爱提纲卡真了。好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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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倒平一个，倒平一个，好景一个，要一个好。二十年，三年，一口气过年了，我见啦。好喝。查甫人爱练啊，好难讲啊。查甫人蛮爱去练。我的贵宾，耶、欸！我的贵宾，耶！我两公子爹，吼吼，真好，哈哈，哎，赞，赞啦哈，我来讲那个阿呆啊，加阿花，因两个发生什么代志？因两个是翁阿婆，翁阿婆好啊。啊，一讲阿花就讲阿呆啊呆啊，喊呐。我真久无等于阮后头啊！你敢袂使让我做伙等伊？哦，这翁仔无等于后头，这算正常啊！正常啊！啊大家敢要跟你？大家同讲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好啊！哇！因阿我要赶等伊啊！哦！哇！开始煮青草的呀！对啊，好煮足青草的。嗯，惊死！惊死！要等来啊，对无？啊，来煮青草啊，大家食食吼，食个足欢喜啊！嗯，熬煮。庄稼所在嘛，大家足早困的。我那个，无啦，啊，就坐伊困啊啦。七早八早，七八个困啊。真卡所在，哎呐，结果三更半暝哦，阿呆啊，甲阿花两个翁仔无，无困煞咧烧眉啊。烧眉。对啦。等于后头厝也搁咧烧眉。啊，就是安尼，啊，这阿花因老母讲，哎呦，烧下莲花。哎呦，做做哎呦。你就会好哦，真正个。还即满咧烧眉啦。哎呐，哎呦。迄砖卡哦，地灵盖轻，
啊，你那安尼有当时啊啦，爱较大声，出面去别人听到啊。你个小妹妹搞这样大声啊！啊，这蚊仔在人家问我，我唔知。免得讲，啊，恁今仔个早间过过等下一摆，那先三更半暝烧咩？啊，凡是因伫遐好无等下时阵，你烧怕无定哦。哦，对啊，对啊。啊啊，欢老母就袂困得啦，就伫遐打出打入啦，打出打入。欢乐啦。咱等客厅一等啊。啊。咱等啊天光，阿花困醒开。嗯。阿花你来啦。哪位老母啊？阿母啊，甲你讲啊，你吼。哪位啦？阿阿母，唔得爱较好好诶。哦。啊、三更半暝啊，唔困啊，烧咩？哎呦，玫瑰梅，安尼人出面头尾安尼，哎呦，我是天光，我是要哪去讲啊？讲得到啦？人问我，我要哪讲回答？今晚昨天我母啊母啊，恁这个囝婿哦，该不懂啦。没啊，我囝婿故意人呢。哎呦，哎，是安怎样啦？讲，啊，都讲叫我夹干啦。哦，哎呦，哎呦。讲查某囝，哈哈哈哈哈！阿妈无带那我紧呐，你啊，较早恁爸唔想常叫我来甲干，哈哈哈哈哈！今麦阿华来讲，哎呦母啊，你煞唔知今仔日十五分啊，这呀，这呀，又为做菜呀，啊，这十五我食素啊，哎呀，你母啊讲，啊，你侬咩甲吞落？哈哈哈哈哈！哦，有那个吞的头发，哎，有人吞的跟公狗一样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么正经的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假的，容易。老师，我要讲一个正经，你叫做这么正经？安尼不正经哦。嘿，老婆在拢讲，你拢讲一挂无正经的。我讲七十五，我食素够正经。嘿，七十五食素，你人家大哥嘛拢在广告。对，嘿啊，人家是迄种咧广告咧做。我嘛是咧广告。我要讲一下正经的。哦。咱遐盐土鱼，伊最爱去钓鱼啊。哦，钓鱼啊。钓鱼啊，拢爱去出海去钓鱼。哦，海钓。海钓，有一届有去捕着迄个船篮呐。船啥？船篮。篮里堆。船篮篮里堆啊。船篮。船篮啊，台语。船篮。哦，是吗？船篮啊，船篮啊！这个哦，两个迄船啊，去互扫倒去了后，两个人哦，怎啊流落去到一块荒岛啊？哦，去一块关键的无人岛啊，无人岛，无水无电的岛啦。哈，结果哦，因两个底下讲惨麻呆呀，恁两个底下要安怎？我来找食，无恁来枵死。哎呦呦！两个个去找食嘞。是啊是啊。好，就看到一个水源呐，水呀。水源呐。两个人哦，嘴巴搞得下。哦，安尼未捡水打死啊？未啊。所以就开始底下喝我的水来啉啊！哎呦，袂歹哦！拄啊好好有土人出现呐！土人哦！土人出现那个讲，哎，袂歹，袂歹呀！吼，介牛呢吼！这个土人就讲，嘿，你两个在创啊？哎，创啊小！那个土人都还讲，你讲遐懵啊！人家问啊，讲恁两个冲啥物会？系啊，还拖人讲恁两冲啥潲？我水大啦，我要啉水啦。你妈啉啥潲？还水我奶奶，啊你下当同我啉咩啊？真假呢？啊，但抓起来。哦，哎，个个锁开啊。系两个强抓起来呀。对啊，按拖人嘛吼，哎呀，唔可要来做暗灯啊。做暗灯啊。但因两个辛苦，八个光光光嘞，哎呦，真是来扛一个暗光来底啦吼，啊来开始下骹行火呀，要甲做色啊，要做色啊，要受苦来娃娃呢，嘿那涂鸦个讲啊，啊大家要安怎啦？恁两个伫遮吼，要哎呀，要做个煮，大恁煮煮的吼，要啉汤啊，要好锅啦，即摆吼，迄涂鸦就开始笑啊嘞，啊特别该做色做色，你个笑，啊大我跟你讲哦。我放尿了，伊等下啉着我的尿咯。你死啊！佫唔知，唔知啊！欢乐哥，你我已经够过好个咧。无正经啊！好啦好啦，你讲个无正，我讲个正经啊。好好。阿呆啊，甲阿花两个在红阿窝顶嘛。嗯。有一天啊，阿呆啊，就讲阿花阿花。安娜。如果呐有一天你呐无卡，
你敢会阁去买官大的来穿？啊，买啊啦！啊，讲啊，当然嘛是买。哎呀，买啊！啊，无卡无卡，免啊，都免穿官大的啊。有啊。啊，大家来讲，安尼你卡就爱买无来只。哦。好，啊，我想听一个我伤心的。哎呀，天哪！你讲我。啊，今嘛阿花来讲，啊，你都会卡要买来搞清楚，买无来只。花莲张小姐的荷瓜九月九的九，又是九月九，重阳夜，郎君手，思乡的人漂流在外头，又是九月九，愁更愁，情更忧，回家的打算始终在心头。走走走走抓走，走到九月九，他乡没有烈酒，没有问候。走走走走走啊走，走到九月九，家中才有自由，才有九月九。又是九月九，重阳夜，南郡守，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。又是九月九，愁更愁，情更忧，回家的打算始终在心头。走走走走抓走，走到九月九，他乡没有烈酒，没有问候。走走走走走啊走，走到九月九，家中才有自由，才有九月九。和朋友啊，举起杯啊，倒满酒，饮尽这乡愁，醉倒在家门口。走走走走走啊走，走到九月九，他乡没有烈酒，没有问候。走走走走走啊走，走到九月九。烧酒吼，也是兼饮寡哈。啊，那平常时有咧饮酒的人吼，唔管你饮醉也好，饮少也好吼，咱的胃唔是干那得烧酒呢？得解者。咱三顿食东食西拢咧食，所以你即阵的胃咧饮烧酒，有可能你用用好好，你袂感觉烧酒你袂安怎？唔过，咱年岁一年一年多，烧酒虽然有个人是要喝甲搭一个，也是讲咧食饭安搭一个，安尼尔还是 OK。唔过，年岁一年一年多，咱的胃无一定到一年一年会坎定啦。
所以你若烧酒要啉较济，要啉较长呢，哦，要啉哦较济岁呢吼，你也是卫生顾好，人个胃呐会健康，才会长岁寿啦。老婆山，这是必然的。胃哦，若有健康，这人才会长岁寿。无这胃呐无好，你跟我讲你的胃里正在想，无人要甲你想。无可能个代志。因为你三顿食都未吸收啊嘛，啊，你要哪会长岁寿？无可能。哦，对嘛，啊，你无吸收去，你要做伙也无法度。啊，要分配营养啊，无法度。啊，人身体一天一天一直身体一直歹，安尼要哪长岁寿？药啊，搁食袂惊啊！啊，人长岁寿都要搁身体健康嘞，唔是讲哦，我只差片讲啊，只只只下药袋啊，啊，活到百几岁是无路用嘞。嗯。啊，无啥咯，咱人就是要长岁寿，都要搁会自在。脑空。哦，哎，安尼，唔是讲只差讲啊，只片药袋啊。哎哎，我哎未住宅呢，还拖磨啦，系啦，还做罪呢，我骗你呢，所以咱的万行是为过好。讲嘛，怪奇怪，最近有作者咱的老菩萨，跟我讲同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讲张辉，你咧讲的话吼，多像阿母啊咧讲啊，我是安那。真正呢，我咧注重用你的方法加进哦，你甲胃已经过三，差不多三月日有啊。嘿，我真正身躯顶。原底有诶毛病，即摆拢无呢，连拢免去看医生食药呢。哦，你若慢性病，种高血压、糖尿病，迄都爱控制，迄拢要那一旦代掉就是代掉啊。对，爱食长期诶。咱迄拢爱长期啊啦。哦，咱未使乌白讲啊。啊，有阵一挂老人病，一挂查无原因诶毛病哦。哎，你胃好起了，遐个病全无。哎，安尼来咱就会长血性。嗯。敢食药嘛？哪怕你搁有准则，有高血压，有糖尿病。你即马咧食诶药啊，就会吸收嘛。有胃用嘛？爱吸收你诶血糖，就控制好势。你血压控制好势，人身体就健康啊。药啊，搁减脂啊。你哎呀，安尼你有啥物通去烦恼？你就免烦恼啊。所以要顾咱人诶身体，就是胃开始。对胃开始啦。因为你入面第一关就是胃嘛。对啊，咱物件落的头一个是伫胃里内面啦。嗯。啊，你伫胃里若是未吸收、未消化、肚掉咧，会做痛风。你做啊疼，又啊疼，那不是安尼要哪过日啦？对，胃阁有问题呀、啊。对啊，莫怪你身体咧无好。所以你照了药啊，三顿营养，各项物件阁无法度甲你。所以最近哦，最近真济咱的老菩萨讲，张伟，我注重用你的观念甲方法咧顾胃哦。嗯。过来了后，我消化介好。未消化不良啊。我较早吼物件食咧哦。食菜叶啊，真正放菜叶啊，食金针放金针，即马拢无啊，即马晒放出来，佫改水色。啊，佫啦，有后迄个胃食道逆流的无？一呛声，一呛声的啦，一呛声起来，你哪会尿？你即马过来也打嘛？啊，打会尿，啊尿尿伊就会烧。啊烧，你当作你是感冒掉甚物会咧烧？其实拢唔是，是你胃食道逆流来引起的。可是安尼哦。系啊，甲一老婆说讲，我最近准未烧伊，啊行情未白，迄就是因为你胃食道逆流好伊。啊，你个敢食药啊？你都无一吃生啊，啊唔得这个问题都无啊。哦啊嘛，有人跟我讲哦，伊个讲，迄胃疼，又要疼，迄个胃咧发炎嘛。好。咱的胃的黏膜吼咧发炎。你即马真又要疼，你若无赶紧甲顾好，有诶食饱着又要疼，又要无解大疼哦，又要疼，啊疼一下就好呀，安尼唔对哦，因为伊甲会小疼，连讲就会大疼，为虾米？因为你无甲顾好啊，啊伊会疼就是发炎到落尾会流鼻，伊就会出血，啊正常个造出来就胃出血啊。啊，你个愈来愈严重啊咧！我食得咯，所以做人有人迄个疼甲冻袂掉，食。我食饱了哦，我看食饱了，啊，有人搁想要吐嘞，哦，迄严重个安尼呢。那么嘛，有食薰的人吼，啊是食酒过量的吼，啊是三顿无正常的啦。大细顿咧食。系啦，啊生活紧张的啦吼，这压力较大，这较容易胃会旧筋啦。胃旧筋太艰苦嘞。哦，迄旧筋有啊细细粉粉呢，迄旧筋有啊些面拢青顺顺呢，迄人发痘就痘呢。啊，像这都袂使食。哦，啊，咱呐像安尼，咱掌握好你的这个观念方法，哎，你的胃得该舒适啊，那会救筋。袂救筋啊。哦，对不对？啊，介就听人咧讲十二指肠溃疡。十二指肠溃疡哦，有真侪人就是讲有的老大人伊，一个
精神的一个焦虑吼，拢上那个啊高超环，高超环的啦，啊是可能的迄个卫生分泌了伤过多，所以来形成咱的可能的迄个十二指肠刷来六皮溃疡啊，六皮就是溃疡，嘿啦嘿啦，啊个有的就是幽门杆菌，哦这介侪人，幽门杆菌这个物件咱爱设置一下，因为有人。可能唔捌有即个幽门杆菌，啊，但是你若一旦幽门杆菌哦，你要注意，就是幽门杆菌伊会去侵蚀到你一款迄落有溃疡的所在，胃壁，到落尾你就会产生胃癌，这足恐怖的哦，足恐怖的。所以幽门杆菌哦，迄种物件，有个人讲啊，我都去看医生，我食抗生素，抗生素类无幽门杆菌，无一定就拢全部会死哦。啊，无咧，伊会走一味。因为要吃的遐困无，遐幽门杆菌会走去四鬼味，味哩肝哩味，对哩味，有可能味哩一世人无开啊。冇可能等你有一天啊，身体较无好，你感冒啊，还是人较忝嘛，伊就阁起来啊，所以问题就阁发生啊。哎，地鼠胃癌呢？地鼠胃癌啊。哦，所以我拄只咧讲个，即个一寡问题，作者老菩萨讲，哦，张伟好加在吼有力，阿无得害啊。无就去了了啊！真侪人唔知影讲这个利害关系。那不是你胃好无？歹呀！啊，咱那胃无好，你有想要掌握一个观念方法咯？你咱把胃顾好，你敢袂？哦，包括一切生。如果我一个观念方法咯，你这个一切生也好啦，腰椎八度啦，碰风啦，肚条的十二指肠溃疡啦，包括拍下，拢会好起啊！你袂无？当然嘛袂。袂啦吼，人个健康啊！啊，就等会收啊啦！哦，来，你们这地咧。不过你要注意跟保庇，大家身体健康，吃饱你啊！大家起来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宣荣医师。在国人团结努力下，武汉肺炎疫情获得稳定控制。指挥中心鼓励民众例行防疫新生活运动，提醒民众不分行业，务必落实社交距离，室内保持 1.5 公尺，室外1公尺。无法维持社交距离时，应佩戴口罩。另外，营业场所内可提供干湿洗手设备与量测体温，并采取实名制，执行人流管制及环境的清消。场内可运用隔板或采取梅花座维持适当距离，保护员工及消费者落实防疫。只要个人及业者都能落实防疫，集会即可不受室内100人、室外500人的限制。防疫做得好，恢复正常生活步调，没烦恼。今天代志爱甲咱报告哈。什么代志？咱的老母长哦。因为最近哦，销量太大呢，啊，我摘物件摘了无够，我无想讲伊这个物件才受欢迎，啊，搁这回咱搁卖一组卖五罐，啊，所以搁大量落哦，我。刷量无啥够，啊，所以呢，今仔日卖卖的可能仓库内面，佮出呢也无偌济，那无啥咯，咱爱卖客啊，爱赶紧，今仔卖卖，可能后就会卖卖，佮出呢遐卖卖无够通去卖，无够啊，所以老婆说，咱那食要完啊，赶紧叫开啊，来，这太有交代了，你来看嘞，哦，非安东的哈，非安东的吼，老母长啊，老母长拉远啊，对，老母长啊。来啊！我今仔个同款牛奶啊！好，一罐，一罐一千，一千块，买两罐，两千块，送一罐啊！买两罐送一罐，咱庄嘛是够加一罐嘞，买两罐送两罐，哎呀，你吼，好开，这罐搁加加落，算紧真有加一罐哦，算卡是够的哟，安尼啊，而且连带连单都无一罐啊哦，来哦，今嘛秋天到啊吼，这罐多抹到寒人。这罐够哩，咱杨子乳哈，这一罐800哩。你着几箱拢啊抹？这罐够，这罐够哩哈。等安尼来抹。安尼全部卡开一个2000块呢。足俗个呀。老婆婶，早暗两粒就好啊。好，保养诶。你相信张辉啦？咱人要较有动诶。对。人要袂安尼搞啰嗦，会自在，身体要健康。咱这组老婆长，真正大家娱乐诶哈。0800012500机会电话啊！什么人要做第一位？包括咱小朋友买当价哦。而且机会在当价，
咱这机会得当价，得当价哦。来，赶紧拿电话炮通，无回哦啊。五关两千哦。来，你好。喂。喂。喂。嗨，你好。你哎，来一爽一爽，谢谢啊。来，你好。庄老师家。喂，你好。啊，你好，咱到位。那只三明窟，三明窟啦吼，哎，啊要一组啦吼，哎，哦，这组老婆长真正大家耳朵，你敢买买过？有啊，有买过啊啦吼，来计算试试，这回来偷人耳朵哎，来你好，喂喂，你好，哎你好，咱到位，我要吃张辉呢，我是啦，我是啦，你是哦，呀啦，哎安娜，你讲重点，我要买啊，来三双三双，三双老婆长啊那个掉，起赶紧啊，来你好，喂。喂，哎，你好，张辉，你好，张辉，你大姐，老婆，哎，老婆在涨，老婆涨一组，哎，被老婆涨一组了哦，好，哎，一双谢谢，哎，张辉，你大姐被涨回啊，老公的，被涨回啊啦，拢老师在帮你顾身体，啊，我顾十万年啊，对，安哪顾吼，安哪用，安哪搞喂，不会的，啊，身体用啊，身体用啊，哦，真强啊，来，赶紧啊，空八空空。碰一碰，我八九啊！人要健康按位置开始。来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我要一组嘿。好，咱多少位？我对台南。台南啊，我会讲。贵人。今仔日有加一罐，阿哥加一罐那个杨子乳哈。啊，你要星期一再送给我，送。当时你甲小姐用哈。好。来，三双谢谢三双哈，谢谢啊。这个有智慧的人，人要健康按位老母长开始。你到当时要收费，你甲小姐交代。看你要当时收费，啊，伊就会改只时间，甲你加到高。啊，这罐杨枝乳的其实咯哈，这一罐要敢买800，哇，这贵哦。哦，这该炸的呢。我这组我规年趟天24小时我拢无人的。嗯，我拢一直播，我拢在播呢哈。啊，你免买，老师送乎你。来来，赶紧啊！我这家电话起起。赶紧卡。0800000500，我个家人呐。你那是。那是要吃吼，我甲你建议你甲掏开啦。伊这是胶囊诶。嘿，掏开。靠。伊这个介芳啦，啊介好吃，嗯，也口感介好，连恁囡仔都会爱吃，爱掏开啊。胶囊。食了大细肠，出内面大细囡仔食了大细肠咧无爽快的时阵，随甲掏落，啊随地甲皮，免五分钟，吼，就随消了吧，就做饿了呀。免加热，才妈妈个讲啊吼，伊即卖吼食饭汤，唔免烦恼啊。哦，对了，对了。吃主味，来电来赶紧泡汤啊！赶紧打过来卡，赶紧来，空不空空，空一零五八九来哟。喂喂，嗨，我要给你买清清清咧，清清清的你，来一双试试，一双试试啊。所以你大细长的黑吼未使哟，这人要健康爱卫生哦，老母长。哎啦，啊你就其实咱那个早暗两粒啦，两粒。啊你若感觉你较无爽快，照三顿啦，啊无拢早暗都够啊啦。餐厅的，你若无爽快，你就先食落去。来呢，啊人大家咧拜拜咧无闲，啊你伫咧看电视啊，对人咧无闲。有啦，这种电话无拍，你会失去机会呢。这是老师今仔日锁恁教育的，让咱老婆生咯。无安尼，无安尼，无。啊，无正常拢是安尼呢，安尼无蛮介俗的呀。安尼就作俗的呀。啊，是锁恁个加一罐哦。无啦，啊因为即阵嘛吼。经济也无介舒适，啊只老婆煞无咧赚啊。啊，佫袂使无老婆赚。有啦，啊佫袂使无哩。啊、所以我讲尽量给恁减开挂就是安尼啦。哦，啊你电话个拨通啦哈。最高三分钟。啊你即马个套开用，套到要烫死啊恁。好。啊，佮倒落嘴啊。感激嘞。哎、欸，一丝啊地啊，咱落落安得啊。啊，恁安尼过来好落安尼。哦，做好食啦。嗯。这套开内面这做好食，嘿啦，哎口感介好啦。啊，主要吼也佮做满意呀。嘿啦，啊你若像讲都食了大细顿，还是讲你食。吃饭前、吃饭后也袂爽快哦，咱这个对后边随个对了，无要紧。所以是，这饭前饭后拢无要紧的。所以是厝内底定价几包？对，啊，搁三分钟尔啊。最高三分钟。咱台北两个好唔？台北市。中部嘛两个。中部两位。南部嘛两个啊。我听电话要开卡。来，你好。喂。喂。哎，你好。我老婆长。老婆长啦吼。老婆说你今年几岁啊？我73岁，我甲你买一摆啊！哦，买一摆啊！吼，这组脑咧吃吼，较久都动伊。来一双试试。来，你好。老师讲。喂。我这组老母长。来，咱到位啊。我叫英安。英安呐，吼，你敢买过这组？捌啦。捌啦，吼，恭喜你啦！啊，来一双来试试。你吃过拢个等来买。来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嗨，你好。哎，我要爱老母长。咱到到位。哎，我不甲你买。捌买过啦，吼。好，刚才你今仔就有买，无得买无回啊！三双，你说三双。你买回啊，老婆婿。来，你好啊。喂。嗨。哎，
你哎啦，哎安娜，我被还没在打赏啊。来细爽细爽，谢谢啊。来你好，老师讲。喂，我要买老母帐。咱住伫倒位？我高雄罗店。罗店，捌买过无？唔捌唔捌。唔捌哦，你今仔脚跌得福气。来一双试试，赶紧啊！一双到五双，赶紧来，来你好。张老师讲。喂。嗨。喂喂喂喂喂。哎，有啦，有听到。喂，张老师哦，你好。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好，你应该转山卡嘿。啊，来五双，来五双，试试啊。我天哪，剩几分钟的时间呀？0800012589的电话啊！今天嘛是最后一个油单哟，人工真正个剩安尼哟。有啦啊，那正啊个是拢安尼尔嘛。有啦，有啦啊，有啦，会有啦无啊？今天卖卖哩，明仔就无够会通卖。但是咱日子嘛是爱过呀，无老好长看要安怎过去。最后一分钟，老婆三一分钟，把握着这个最主要的一分钟，一分钟过一世人，守护我们一生。关键的电脑通，先看健康。来了。我要一组。好的，来一双先生。恭喜你。来六。喂。慢些啊，慢些，慢些。你想那要吃饭，那么是爱老母上开始呀、啊。当然啦、啊，当然啦、啊，来六。喂。嗨。我拿来。拿来哦，刚买玫瑰一组。我。我来，我来三双先生。哦，你要看我玫瑰拢等下。来六。你好，老夫你好。哎，六。啊，我要老母上。好的，来一双先生。来六。张先生。我要。嗨。嗨。诶、欸，老班长，好，拜拜。来细算试试。来，你好。喂，喂哦，嗨，老班长。好的，来过算试试。哦，老师，嘿、啊，老班长，老班长，老班长，听你吼，哇，你要爽快耶。啊，拢食过较济呢。所以新朋友，啊、你有听到无？你看，食过拢讲转来那边呢。这不是咧分家规个呢。做对的决定。咱钱无乌白开呢。照顾咱出来的。来，你好啊。喂。喂。嗨，你好。哎、来一双，谢谢，有，一双一双一双。电话继续卡了，我来，我来分吹啊，恁卡电话来啊，来一双。哪个？诶，人诶，小哥咧，陈经啊，你又陈经啊，你很紧张，真巧，你也是这样，紧张啦，嗯。紧张紧张啦！什么歌啦？看破的爱大了的阿英姐啊！哎哎，英啊呢？嘿呀，温柔的哟。是啊。来，少上阿婆再到来分享啊！三明区的李秀萍大姐，高山林在胡先生到来分享。
咱咧做代志莫想死骨，有当时阵小可较活用的哦，对咱的这个成功率、工作的成功率也比较较大。咱有当时啊会减费真侪亏难，有时候哈人不转，路不转人转呐吼。介只代志就是爱咱未使干呐做死工课啊，有当爱活骨啦，啊，搁一点方法来好。这个重要，老婆仔，你含你顾身体同款啦。春秋。嘿啦，咱你顾身体嘛要有方法啦。吼、哦，袂当戆戆啊。嘿啦，莫戆戆啊来啦，戆戆来有东西啊。吃亏。吃亏，佮浪费时间，佮了金钱，无必要啦。老婆仔，掌握你家己的拢总是观念、方法。二十二年。一个关心拢是安尼。这是老师二十二年来的经验。你看我节目看这久啊。你感觉我跟你讲，哦，这个什么新博士啦，什么会啦，领什么奖啦，万国奖啦，什么专利啦，我袂晓你讲诶啦，阿婆山，迄有生存专利，你会健康呢？迄博士发明诶，你会健康呢？阿婆山有影无？唔是安尼啦，伊领什么奖，你会健康呢？无啊，唔是安尼啦，阿婆山唔是，咱是观念对，哦，方法对。啊，咱唔才会健康，对家己有帮助。哦，对嘛，迄对咱，迄含咱直接关系啊。嗯。啊，你啊种对因倒个代志，哦，对不对？我讲听我讲一个故事，你听，你就会当了解我的意思。来听看嘛耶。较早有只狗兄啦，迄只狗兄介好呆啦。安那。伊就行到石头啊坎，哎，即卖要过石头啊，石头迄边啦。好。伊全当爬石头顶去了，介大弯的石头，啊，因为石头坚固啊。伊要爬到一半，佮溜落来，跌落来。别爬到一半，佮溜落来安尼啦。你捌看过这种狗吓咧？啊，伊都爬起来，爬到一半，佮溜落来安尼啦。哟，一直遐爬啊！哎，两下爬，两下爬，终于有那叫爬过就对啦。好。哦，迄只狗吓哪有爬过？但是另外一只狗吓就唔是安尼啊。啊，不，伊安怎爬？伊看了这块石头这么大弯哦，伊就佮射过啊。哎。嘿，伊都伊袂爬起哩啦，伊都直接往那个石头过。嗯。同款嘛，去狗吓，三只狗吓，同款拢离迄个所在啊。两只啦，小三只啦。你甲拄啊讲两只尔，啊都有三只到位，两只四过。啊，第三。所以因着你遐看石头啊，啊在遐吹讲，哇，真正有影呢。嗯。哦，迄方法用了对，啊，其实生活就是拢安尼嘛。嗯。哦，咱有时阵需要有几分的定力，有时阵需要爱调整着咱的方向。那么说，今仔日我那是讲。啊，这个工作安尼做唔到，咱换一个方法，改一个观念，安尼咱工作就做会到啊嘛。你看我做老菩萨，就是因为观念方法全改变过了，即马大家身体拢健康起啊。啊，张伟和你的观念啊，可比过你啊，你就像咱张伟用尽去啦。愈来愈用，愈来愈健康。有啥物通去烦恼？所以呢，咱需要古别的条条大路通。通路嘛，就是讲咱较另外，爱要变通啦，爱要变通啦。有时阵哦，需要你对着眼前的这个进题啦、出下，做一个你自己的选择啦。有时阵哦，要讲开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单恋一枝花。忙硬要安尼，硬要安尼，硬要安尼啦。换一个方向，咪当得着啊。是啦是啦，一个花的专心，会乎你。竟然发现上帝为你搁开一片足大片的成功的大门啦！哎呀，对不对？可以安动啦！啊，对不对？就是安尼啦。哟，这故事就要甲咱讲。嗯。必要的坚持，另外变通，适时的放弃，这就是咱生活啊，诶，这个变情法的对啦，诶，方法啦，咱生活的方法，也就是咱人生的一个智慧啦。该放弃就放弃。老婆生，来，必要的坚持。个爱一定要坚持。哦，啊，这个掌握这个观念方法，再来个坚持嘞，对不对？嗯。另外变通，就讲啊，阮厝人含张会有诶有同款呢。我唔甲你讲，你袂使甲单调啊，无你会做乞丐呢。人要讨钱，有那同款甲配合无咧。啊，你后咱恁兜诶呐用完啊，咱就唔免去用啊，咱就直接用。坚持咱的呀，适时的放弃。有当时阵，你看医生吃无效，吃迄落中药也无效，西药也无效，买这也无效。看过去改成直接有无？万个你流乱啊，改成放弃就放弃啊。找着新的方法。安尼你才有新的方法、新的观念，身体唔太健康，这叫做生活的方法嘛。嗯。也就是咱人生的智慧啦。你看完这部了，你的智慧就有啊。
减开冤枉钱，减减冤枉路，身体够会健康。这拢是人性的智慧。对不？看我节目就是好安尼啊。哦。啊，无恁以前讲者较粗嘴的，恁一看偌济，听偌济节目，看偌济节目去啊。身体嘛无较好。恁钱开偌济啊？嘛无较好。哦，对不？那么说，我唔是讲别人含慢，只是别人无甲你讲啊较清楚，张伟甲你讲啊较清楚的，要安怎搞安尼尔。哦，安、啊、尼知无？知呀、啊。啊，知就要点瓜哥你也猜哦，这样你也知哦。所以你咧错心不忘错债啦，这种人莫啦。我刚刚丹老师讲完的呀、啊，有你讲的最有道理的呀、啊，人生的智慧。用安尼啦。用三只狗下来比喻，人生的大智慧。不过咱老婆在听老师讲话。老婆说要搁猜，起来，进来，进来。起来。老师，你这都是猥亵呢。啊，你是不是猥亵？啊，不用啊啦，不用啊。嗯。你那也要用啊？不是，我是讲你老婆在起来。喂。喂，张老师，阿英就在了，孤单的魂，两家算命。算命不一定啊。啊，感恩。啊，给我拿大门去啊！哦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啊，你好，张伟张英，你好。啊，你好。我家里真好，我点路边路边成就。你靠右边，讲个改钱，好不要啊！谢谢，好，拜拜。那你好，喂，老师你好。哎，罗太太。嘿，意难忘。意难忘，拜三好啊！好，谢谢你。好，拜拜。那你好，哎，张老师你好。周生。哎，妈，帮我点条小姐，请你好啊！小姐，请你好啊！哎哎，一个安尼吼，来我拜四个啊！好，谢谢各位。拜拜拜拜。无啊，安尼个。嗯，四条。十条歌点未满。全台湾咯。啊，点四条，搁六条还未点。啊，你搁迄个民主里啊菜？哎呦，老菩萨啦！小小，你妈那较好心好用诶。哎呦，唔对呢，老师，啊、是咱一个面比较差呢。是咱呢啊？嘿啦，那无错咯。哎呦，你好心好意哦。一点死掉啦。对哦。对啊，今日个题啊，我接电话。有哪个接你啊？无。哦，安尼哦。有。哎，我棒球生病。病中机。嘿。嗯。嘿嘿，啊，迄个相思海。相思海吼。嘿。拜五好哈。啊好。好，拜拜。那你个？我要点歌呢。啊，我要脱你舞。啊！你要听什么歌？这条歌我……来，你好，唱好卡卡。来，你好。第二条先说。哎，林松柱。林松柱，该拜哪个啊？哦，好，感谢。来，你好。哎，老师。啊，阿秋。我们点几个豆沙。豆沙啦，吼，该拜七个啊。好，谢谢。阿秋，我嘛听。金刚，好，再见。来，你好。喂。老师啊，我爱玩啦。好哎哦。嗯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点一卡手指。一卡手指啦吼。啊。拜拜好哈。谢谢你。好，拜拜，这电话你啦吼。啊。电话你卡。要啦。好，好啦，好，好，再见啦。好，拜拜。喂。喂。啊。两位好。你们好。蔡妈妈。哟。你好。两位好啊。你好。我点几条瓜。什么瓜哥？临走的誓言，临走的誓言，我给你拜高恩啊！好，谢谢，好，拜拜，好，拜拜。来，你好，张老师，你好哈，你好，哎，我住南投市，南投，嘿，哎，我姓张，张小姐，嘿，我点一首歌，好，林松柱，林松柱哦，哎，对，我拜你第六个啊，好，谢谢你，好，拜拜，来，你好。喂，张伟老师你好，我桃园市人，我要点一下最后一页。最后一页摆十分钟啊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哪个啊？哎，别点歌，唔该唱安尼。啊，安尼玩不完了。嘿啦。阿伯点歌冇小妞啦。有啊，个小妞。食亏人是我呢。老师个弟仔三家四妻啊。我猜我叫烟斗。有啊，真正哦。我烧烟斗哦，人拍摄看了。点点个超山一剑呢。哈哈哈哈哈。哎，点要请三请四请咩？你挂了。木栅翁妈妈流浪的人生。流浪的人生。来来。来，林伟生大哥到底来欣赏哦，林伟生大嫂来听歌。
我介绍甲咱的老菩萨讲吼，讲安那，因为真侪老菩萨的观念方法拢唔对。是安怎讲？老菩萨，你请爱注意听啦。啊你，我讲过，你若感觉我无道理，就甲传代无要紧。啊，那是有道理。哦，啊，若有道理，你若想要健康，你得爱，你得考虑嘛，看是毋是张伟讲啊有道理无？讲来听看嘛呀。哦，因为咱。古早人讲讲病从口入啊，正入味诶。啊，咱的病是正入来，爸母生好，咱的身体是健康的啊。哦，对哇，咱生好，咱囡仔生落来，大家拢是健康好哩。为什么到落尾一年一年大汉啊毛病一年一年多，食愈老啊毛病愈多？开始食药。因咱三顿食，一些爱点心食，有诶无诶物件，落去遐毒素伤多嘛。正入味诶。哦，对无，咱人就是毒素伤多啊。啊、人呐，一旦体内呐嘛有毒素，体内毛病就出来啊。你看，尿毒就是安怎？尿毒，到尾也是水油剂啊。那个尿毒啊，嘛是毒素引起的啊。啊，尿毒嘛。尿毒症。啊，肝毒的。肝就定命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细胞嘛是同款。啊，咱就是有毒素因，这会生歹物，有毒素因，它会破病嘛。嗯啊，这个物件为对来吃落，咱的病拢吃入来啦，病从口入啦，哎，啊，祸从口出，吼，那所有祸从口出就讲，咱就是讲话，大家啊，讲了煞去得罪人，嗯，哦，话讲伤济嘛，啊，迄个惹祸风，惹一挂祸灾嘛，啊你那是病吃落，咱吃的就是毒素，就是病嘛。那么有的是讲到这样，老婆说：“啊，张伟，你讲讲这长，还是在讲什么话？”嗯，我讲你听是讲，不管你这阵身躯顶有什么毛病，轻的可能一个慢性病，长期吃控制；对，重的有可能正在咧做电疗化疗，很严重啊，很严重嘛，做电疗化疗啊。我请请问，这阵老做电疗化疗过的人啊，你有感觉你咧做过去较早咧做迄阵会邋遢吗？啊，想要吐，食袂落，消散落肉，嘴破了，我多皮包骨，足无体力嘞。为什么？迄足毒，破坏。你甲你化疗的物件足毒个啦，把咱破坏去啊！哦，对不对？因为咱破坏你规个整个的组，的身体组织嘛。伊会破坏癌细胞，嘛破坏咱的好细胞。伊甲你太歹的细胞，伊挂好个，甲你太太是，伊就是毒嘛。哦，那不是我讲对不对？足毒的，以毒攻毒啊！那么我请请问，如果过去较早捌做过电疗、化疗，哦的人啊，即阵你的身体恢复偌济啦？你无把遐毒素排出去，你身体要恢复介困难啦，就是遐毒素排出去。咱个愈来愈体力啦。嘿啦，一定在安尼做嘛，把你过去较早毒素排出去，过来讲较轻呢。大天拢爱食西药控制，高血压病啦，糖尿病啦，肝病啦，腰椎病啦，有诶无我个病啦。看你有啥物病，食啥物药。啊，你食拢咧食西药啦，食中药啦。只要是药，就是毒啦。那无啥。有毒。诶，只要药就是毒，有效叫做药，无效叫做毒。安尼你变怎？无食，身体袂康健。啊，食。未食，搁转毒素。靠呀，张伟，我是要安怎靠？照食。啊，这毒素要安怎？医生开予你的，就是要甲你顾身体，照食，爱就是好一人歹一人啊。哇！但是如果你若会晓排毒，有啥物通好烦恼？你个好一项，你个袂去有歹一项啊？啊，对啦，哎，巧呢，你讲头就知影袂啊？你让我老菩萨讲变巧呢，就是安尼嘛。所以，咱医生也袂当无看啦。张伟这人咧讲话哦，袂讲啊，你医生免看啦。哎，你得安怎喏？我安怎喏？像分家鬼啦，未去共耽误啦。哎，唔对啦，还未生钱。所以老菩萨，你有感觉你辛苦做过少无？嗯，为啥物毒素啊？毒素累积。你看咱老毒素了，生裂疤无？生炎啊，生疸啊无？过敏呐。迄种毒素啊。哈。我咧看这种毒素，异位性。白结痂啦，啊无就皮肤病无？包括异位性皮肤炎哦，还蛮赶快哦。这拢种毒素，哎呀，迄种食落去。用食嘞，你先体来。嗯，古早人就拢会晓炼丹呐。要创啥？叫做解毒丹。
解毒丹。因为出年吼，人家刀啊拢抹刀啊抬落，现在抬不死，敢那好毒就毒死啊！抬着叫你有丹，哦，抬落。哦，唔是要用抹的哦，还要再讲呀，再讲数。哎，就解毒啊，都无代志啊。好啦，跳动关跳动嘛，但是重点就是讲，爱解毒。一个人会搞破病，就是毒素多。一句话咧讲，讲有毒一身病呐、啊，无毒一身轻。啊，无毒就一身轻啦、啊，你若有毒，就规身躯病啦、啊。嗯。啊，若无毒，规身躯拢轻松啦。对。那无说，安尼你要选有毒个，选无毒个。当然嘛，咧无毒个。你选无毒个嘛。但是生活当中，就是有足侪毒，无所不知毒。对啊，你像过去较早食生个啦。啊啊，还嘛毒个、哦。即嘛用化学个啦。做实个。用捏个啦，捏实个啦。个。啊啊。过期的啦，芭拉吃无芭拉，哎呀，芭拉真吃呢。柳丁吃无柳丁，拢无呢。那我说爱变哪，毒素，一拢咱吃落呀。蔬菜水果爱喷药啊无？哎，啊农药毒无？足毒的，足毒嘛吼、哦，哎无毒无毒，啊你也袂使怪农民。伊那嘛是要输耶。伊那无喷，咱也无人好过。拢扛吃了了。哦对不对？安尼变安怎？哎，排毒。哎，排毒。一个人。会晓排毒的，啊，一个未晓排毒的两个徛做伙啦。你也看哦，这个会晓排毒的，伊的皮肤介水，精神介好，身体介健康。这个未晓排毒的哦，人臭老，啊，面貌无水，啊，人阁要花伊。嗯嗯啊。啊对，啊就是安。怎个你讲的是有影无影？当然有影。你找恁厝边啦吼。好。含你熟悉的人，你即马含伊徛做伙，即马手机也较方便嘛。啊，你甲翕开，两个徛做伙甲翕开。经过我予你的观念甲方法哦，经过一个月、两个月，你两个搁甲徛做伙搁甲翕，你加偌水个？因为你有解毒。你加偌好看？因为你有排毒。你加偌健康个？你个袂安尼有毒素伫体内？啊，差呢尔。啊，解毒的方法，就啊，阮有啦，食什么苦瓜啦，食什么碗糕啦，食什么，食什么有诶无诶啦，食什么有诶无是我讲诶啦。阿爸爷我讲，食什么碗糕少啦，真卡人讲诶嘛。食安心诶啦，一放平安糕是咩啦？得个毒，食无得个毒。真唯一有一个方法上赞啦。什么方法？张威吼，唔是咧分家规个，袂让咱老婆仔来失望的啦。足骄傲的。你想要知无？知。来，饮一个茶哩。无你话，猪鼻干破皮。哦。大家身体健康，吃百年啊。大家起来。大家好，我是陈佩欣医师。随着疫情稳定控制，指挥中心启动防疫新型冠运动，邀请各人做伙来迎接防疫热火的心态度。除了防疫，也会当放轻松，享受着生活。而且来提醒，防疫期间，民众也是要维持个人的防疫措施，譬如讲用纱布来擦骨来洗手，若是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，还是要坐大众运输的时阵，就要来挂嘴安。只要维持防疫措施，民众会使放心参加各项室外活动，譬如讲去看室外的艺文表演、加体育比赛，还是讲去郊外来走跳、运动、旅游，等等，对着身体健康有帮助的活动，保持个人卫生的好习惯，做伙家己防疫新型冠运动。各位乡亲的朋友，嗯，你捌食过牛樟芝无？牛樟芝，牛樟菇啦，牛樟菇有吼，有喏。过去较早就是足多人买牛樟芝，开足多钱，啊，搁足贵，啊，开一只的也无解满意。嗯，搁来刀老师，啊，唔是牛樟芝卖啦，啊，无伊是安怎的？唔是牛樟芝无交代啦，无为什么伊无满意？是你食了唔对，方法唔对。无是爱食什么货方法才对？牛樟芝内面有一项成分叫做。菌丝体，所以呢，他能吃诶。这内行人诶啦，归安懂诶哈，哦，安懂看咧。牛樟芝诶，菌丝体，哎，安尼唔得着，哎，菌丝体啦，啊，来好谢谢。你爱食着咯，我们家赞。啊，无怪恁较早哦，开足侪钱啊，结果食到无满意。我拢钱啊。我今仔大油单一个。你牛樟芝。安尼，买两罐甲送一罐。买两罐2000块，送一罐。
好心肠啊，这款都要交了。没人管上人管。好、哦、梦、哦。老师的个性就是害怕呀。来啦，爱管你。杨子如呀。为对啦。啊，你管你管你龙啊！老师，你给我教。这款我教在你的班呐。没人管上人管。安尼，何你开两千个梦？各点一罐啊，杨子如。啊，不是，好梦啦。好。这阵啊泡起来了，这阵泡起来了，咱不上大声，安那较细声的嘛，是安那。这阵啊泡起来哦，我搁加上一罐给你，加加一罐啦，那是上大声啦，细声多。多罐呀，你看，安尼，给你开两千块呢，多罐两千块，啊，点点啊泡泡。老师，你有要紧无？这五千块真实体呢？我知啦，真实体你每个叫你上掉。我家老婆啥无得谈啊，有咩靠老人年金？有的要给孩子冲冲手，有的还在开观察本、哦、这没不能给他加开，要减开，加上一罐啊，减开就是赚的，就像泡中十二位就好，十二位，十二位就好啦，十三位从哪里？这样也继续啊，对啊对啊，这十二位有福报的电话跟泡通，身体健康，这一个好音好言啊，时间，今天去泡通还加一罐啊，什么人要靠第一位？来你好，你好，嘿老师，啊，哦，阿东哥来，一刷先生，恭喜你，我是阿东哥，咱台北市阿东哥来，你好，喂，你好，嗨哟，喂，我让爹无，喂，来，你刷，来，你好，我是江，我是江，医生呐吼，你阿基阿姨，不是哦，我、来杀双先生，杀双啊，杀威啊。三位啊啦，十二位到啊，大伯你搞到几啊？好，十二位了，十二位到。来，你好。喂。喂。系。我要几多？哎，咱到位。冈山。冈山啊，哦啊。今仔有加一罐。好。啊，一罐杨枝乳哦，辛苦洗了，抹抹嘞哈，归辛苦啊，足爽快。来，咱一串试试。来，你好。张先生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咱到位。永春。永春啊，哦，今仔赶快有加一罐啊。啊，咱那有咧山林哦，这爱对咧，安较好。来四川，四川。哦，咧饮酒的人哦，咱如今个见识比爱食。系啦，你爱对咧啦。啊，有咧食烤面的嘛，爱食。有，来你讲啊。你好老师，我要订一组哈。哦，咱在倒位？是高雄。高雄啦吼，啊，今仔有加一罐，啊，搁一罐杨枝如哈。好。好，来二川，来谢谢二川，谢谢。你给咱的是如今个见识题。来，你好。喂，我的刘章书记。好，来三刷，谢谢三刷，谢谢。刘章书记尸体。嗯，来六。大师姐。嗨。电子桌。来七刷，来七刷，七刷。地上安个六啊。哇，真是。来价格来讲，吴军哥菌尸体。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啊。有咧啉酒交济，有酒的人，你一定爱赶登来吃。咱那迄个有咧食外口啊吼。食烤面的人。啊是暗时晚困呐。嗯。有咧好高烧酒的，你爱对我骗你啦！啊是规身躯拢没奶油的。来你讲啊。喂。哦。我要买做咧。咱住倒位？住伫平湖。平湖啦吼。嘿。哦，这都食得福报。来一双试试，一双试试啊。啊是住伫工业区的。嘿啦。都市的。咱伫市内，咱即卖。迄个空气嘛歹啦，原来对咱拢无好啦。牛樟骨菌尸体赶紧赶得来食。啊，咱的菌尸体，咱牛樟子的菌尸体，这内行人咧食。对，菌尸体啊，要怎食？无啊，无我就直接卖牛樟子，大家拢捌啊。嗯。我讲卖牛樟骨，大家拢捌啊。嗯。问题恁过去较早食牛樟骨，恁都钱开足济。我唔是讲牛樟骨无交代，但是一个会当比牛樟骨佫较交代，就是把内面的菌尸体摕出来，摕了菌尸体起来食。俺大概安尼做啦，因为一件所以高贵。哎呐，来你嘛，喂，哎，啊你好，哎我要那个牛樟子啊。好的哦，今天买到真的福气。喂，到底都住哪里啦？哦，你没有看到我？来，你说，我怎么会有看到你呢？我被你看到你，是你有看到我们，我没有看到你。来，你好，喂，哎你好，嗯。安娜，可不可以解一下的牛樟子的菌尸体啦？吼，牛樟子，来一刷一刷，谢谢一刷。牛樟子，来你好啊。
你好，三位你好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林双书金书弟。好，二代啊，你也要讲。我屏东的。屏东哎。好，等下那个三扣上，三扣上，三扣上。三扣上老朋友啊嘞。哎，老朋友啊啦。上瓦瓦当的老朋友啊。你也要讲牛张志的菌丝体，鸡米爱菌丝。老婆说你进那卡个，也要讲菌丝体，我讲你真正一支的。真正啊。真正对时代的对。对的流行。不简单啦，不简单啦，还三分钟头啊。啊，这边要借哈。咱早暗两粒，两粒两粒。啊，你咧食啥物物件拢甲南州食无要紧啦。赞，这会使南其他所有物件啦哈。赞，伊这款的牛樟子菌丝体都无咧惊白米，伊无咧惊半人个啦。所以你得上甲南州去食哈。啊，你知哦，所以你买到这食到这真正好补。尤其是老大人。对，老大人一定爱食。咱年会济啊嘛，咱食物件伤多呀，咱一定爱靠着咱的。牛樟子的菌丝 体来给咱整理哦，大扫除一下，哦、真正大面扫，搁两分钟了，转腰两分钟，那我咧啉茶，我脑大呀。大面扫，面扫到一间厝，面扫清气当当哦，咱人住伫内底呢，才会舒适。人嘛是同款，爱你安尼讲，那个动作你咧袂扫手呢？我咧袂孤注个菌丝体呢。喂，嗨，牛樟子。牛樟子卖贝贝贵哦，头像卖了李小姐，一双，咱头像李小姐，你了，安娜，你今麦呐有去吃到张威介绍狐狸的菌丝体？啊，你过去较早吃，顺序吃牛樟子，你吃牛樟子吃实体啦，实体啦，啊，我今麦报你这吃伊的昆类的啦，菌丝体的，菌丝体啦，所以你吃了后你就讲，哎。啊，长个这俗，啊，够有交代呢。啊，精神嘛，加较好。哦，俗个赞呢吼。那你嘛，喂，电话通啊呢？有人接无？我要看你啊呢。老师脾气不好呢。哎，来医生啊，叫医生。你想干些啥？好，这人话也无大。哦。哎，喂。我叫人听到啊，恁呐。老婆婿，咱唔是咧做菜啦，你烦恼啥？那是要顾健康，找着咱的健康呢。啊，都一分钟得啦。找着健康，咱才有未来呢。健康啊，健康。我讲健康诶。一分钟得啦。一分钟。哦，我拄着这里哦，我是这样。哎呀，我唔知烦恼。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，北部一个。北部。中部一个。中部。南部一个，各一位，剩三组，剩最后三位呢，剩三位呢，什么人要做代表？来，电话来卡起来，接通电话通，身体才会健康。大王啊，大王在倒位，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，收起来。个是你，个三十秒的啦，老婆子。两个三十秒，今麦你卡要个会好。够三十秒呀！有啦，我做到先。讲完剩二十秒，老师。你好，阿娜。你好，人做到底，咱估计拢五万两千块，刚好。没啦，等你泡通，这波阿袂说拢有啦，拢。哦，赶快五万两千块。原来，啊，紧收啦，时间要到啊。好啦。啊，我分吹啦哈。继续卡。啊，恁继续拍恁的电话啦哈，就进咱的小姐接啦哈，来上。这两天啊，诶，较无闲就是大家拢咧拜拜啊。系啊，佮无闲囡仔注册啊，佮拜拜啊咧。哟，遐款东款西啊咧。张牧丽大姐，爸爸紧转来，少雄老婆婿到底来欣赏。来。
原本以为讲呢，农历个七月时啊，咱老婆山拢会有禁忌，讲袂当伫外口过暝吼。这个佫无呢。哦，佮有老婆山预约要来大佛堂啊。现代人无像较早遐尼迷信啦。无禁无忌啊啦。啊，七月时是，迄是过去较早讲甚物鬼话？伊七月时上好日啦。啊，七月时啊。七月上好日。哦，咱讲虽然你若真捌真捌，你若真知迄种，迄较早叫陈友仁教迄个朱红母咧讲讲讲红红，甲大家拢惊着。有影呀。吓啦，好啦，老婆婿。哦。迄个开讲时间啦。哦，开讲时间。好冇。好。开讲啦吼。唔知有人要甲咱开讲无咧？这就是我担心的所在，因为人引导哦。老师，啊，你真正认为讲你家己该引导吗？我实在是拢有这个疑惑咧。没啦，你是老师，你爱帮我解惑。我人是介谦虚啦，是大家拢安尼讲啊。我无人讲啊。我不得不承认啦。无，咱来问老婆婿看卖啊。老婆婿，嗯，你哪？感觉讲老师引导。啊，电话拍好通啊。哎啦。无嘛，民主笑到一个。你叫我要甲笑。真正有影，哎，应该笑安尼。没有。真正伊人安尼，伊人个嫉妒心介重啊。喂，真个啦。我当然，因为都。未生我人大家真爱卡通比人家大，真正有影是真。恁哪讲三位讲俄罗老师引导个真正引导啊？哎，喂哦，你好，哎，辉哥，你要看我阿东兄弟嘛？哎，哪哪？这两家你加无用啊？无用啊，哦，加无用诶。哎，你前几我本来吼，哎，想要做啊。今天是这时间，这时间还是未上来啊！我看你环境，我这外企的哩。安尼吼，哎，好，哎，都好，哎，看空气的环境，做了蛮不错的呢。人工有影啊，都诶。嘿，人工有影在那啦。我今天这么是拢好啦，今天这工人量都。你这没在，这没在工商品啊。好。哟。咦，我要个再一个要加出来。哦，再见啦。没在工商品啊。喂。喂。哎。Hello。哎，哎，安娜，我要靠张威老师呀。我张威，你哟。你张威。呀，我就是。嗯，安娜，你无看电视，你爱听电话谈啊？因为电话甲电视差十秒啦。好安尼哦。晓啦晓啦。哦。晓，啊，我正在念你讲话哩。哦，我今日有遇到，有看到你啦。欢迎啦。哎啦。哦，谢谢啦，谢谢。张威你好啦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哦。啊，咱到位。我屏东。屏东啦哦。我正定甲你叫伊。哦，别这没事，工商品啊！哦，谢谢耳朵了啊！哎，你好，喂，喂啊！哎，哎，我阿仔姐啊，阿仔姐啊，阿仔姐啊，恁不是烟斗呢，搁兼幼咪咪呢？哎呀，真正你讲，真正，越跑越远，我看得足爽的，安尼得啊啦，安尼得啊你，别人讲啦，好啦好啦好啦，谢谢，喂，喂，啊，安老师，啊。哦，你含声音哦，哦，作作迄落作笑面的啦，真的呀，系啊，安尼两个搭档好好看哦，他上次就爱看安尼咯，哎，刚刚无看，刚诶新闻呢，诶新闻，但但去那是刚无看新闻呢，他声音哦笑眯眯安尼，还个作好笑安尼，你也作。做开了好笑啊！咧，还讲好笑的。就我八月份哦，就叫我儿子带我去你们的欢迎啊！再等一下。哦，好好。对，八月份再来去。好好好。好，谢谢哈。好，拜拜。恁老婆婿吼，安尼看到老师安尼吼，光光白记哩耳朵哩烟斗啦。哦。这该正常呢。真的呀。嗯。白记哩耳朵安尼更算正常。因为我人烟斗吼。是无耳朵，还是白记哩耳朵？我人引导会好人，迄个忘记突然忘了我的存在呀。是啊是啊，所以一开始转唔知，转语文字，你知转语文字都唔知在讲啥呀？我认得我，我是什么人？忘了我是谁？喂，真巧呀！老师啊，人家哥有四分钟会当开讲诶。安尼哥，照这个办事应该是无人要跟咱讲诶。无人跟我耳朵安尼。安尼啦，啊，两位，迄个老朋友，知我引导，迄个大家知。有影。啊，新朋友咧？新朋友唔知啊，老师我引导啊。哦。诶，新朋友真好，开开熟悉一下我好诶。对。啊，你啊。诶，老师。六姑啦。哈？六姑。不是。啊，不是讲。要找张老师。要找张六姑。也乱你啦，我啥也乱你啦。
妈妈你好，张辉老师请。你好，我张辉啦。老师叫问你吼。好。迄大腿一条筋，你疼要食什么才好？大腿一条筋咧疼，头前阿边是疼哩，内边伸还是外边伸？内面啦吼，有对脚踏落无？咩？有对迄个脚踏落无？无。干那疼？头前偌久啊？头前往街边咧疼。疼偌久啊？几个月啊？你街边有生一点无？街边无，唔是看那里啦吼。这是走路行去吼。嘿。啊，变这个，反正这条筋你听就对啦。来，我来讲，你找到人啊！我一个方法落去，来，一个一双甲电灯甲草嘞，我等下到面前弄啊。来，你讲。喂哦，三哥，你好啊，平东姐啊。哎，你本来做人道啊。你有看无？来坑人啊你啦！真正你烟斗配的米露多好，好多好。你当是讲叫我烟斗配米露？侬讲米露是我，你敢知？不是配米露啊？米露啦！啊，你也未食酒是配什么米露啦？啊！你到迄种无办法的，对啦。哦，安尼哦。哟。嘿啊！啊，伊都你有看到油啊无？油啊啦！三箱啊！我今天拜拜，他都较快。有啊，你看，我就知影你无咧，你无用，所以我较真较用你看。嘿啊，你看有无？三箱呢，啊，唔超贵，真的有无？一箱、两箱、三箱，哦。这种奖三箱，嘿啊。这我未出去食，我爸也知啊。安尼吼。嗯，正老长的。这正老长的，老卡问到本来我要正啊。真正我搁求小姐讲，大家怎？坐等去吃呢，啊！我给你留一手呢，安尼呢，安尼老家都问我半年哦，我给你去坐六层了嘛。那是等下一届呀，等下。哦，对，等下一拜，谢谢啊。好啦，安尼好啦。好，拜。好，伊这油啊，就是爱啃哦，伊捏包，安尼咧，愈好食啊。个愈甜呢。好诶，诶，老长的上好食诶。真感恩啊，哈，感恩啊。啊，都大家哦，安尼。有油啊，加油啊。啊，有苹果汁，加苹果啊。啊，有来呀，加来呀。真正实在，大家真听糖。来，你好。喂，啊，你着咱们着飞毛，你敢转来转？哦，好嘞，一双，谢谢一双啊。拢会想到老师，有啥物好食物，拢会想到老师。哇，你看像咱春兰无？哈，伊拢会搁包鱼啊来我食呢。哟，搁有迄个草啊粿。客家的关的咸鱼啊，草啊粿啊，黄葱肉素粿啊，啊，乌草啊粿啊。那个甜粿啦。喂哦，现在喂。就阮姐啊，阿姐啊，安徽的。喂，我姐哦。啊，人我嘛有呢。哎，我姐的。伊嘛有粿啦。阮阿姐有哪？人我嘛有。伊哪有油啊啦？伊哪有寄来花？哎呦，我下晡就收着。伊哪有寄好你就对啦。有咯。我呢，够用心的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啊，阿妹啊，没啊。啊。阿妹啊。我正跟你考虑呢，是有咩办到无哩？宿舍咧印啊。安尼吼，我伫咧考虑讲，啊，到底是咧问我讲，哎呀，还袂算赔个呀？嘿啦，我是搁博赔咧。嘿，我搞不个博赔咧。对啦。哦。博看卖咧。阿姐。啊，谢谢你啊。啊，好，感谢。好，拜拜。介只人咧问个，问讲到底是呢有买母牛个圣诞？迄个唔是圣诞，即马咱迄个母牛个圣诞爱办福宴呐。对。啊，因为福音甲咱的宫廷都差半个月啦。就是恁开面门一讲。嘿啦，啊，我即马那福音办了，啊，即马宫廷阁办一摆，大家你啊走去走落，安尼我感觉安尼无必要啦。啊，所以福音。所以每一年我拢甲母娘的福音甲宫廷拢做伙办，安尼唔免走相抓啦。嗯。这就是咱张伟替咱想的所在。啊，今年我甲真一定无决定哦，就是即有一些疫情的问题啦，即马传染病安尼的问题呢。啊，安尼的时阵，我都担心你吼。那无啥，我甲母啊请看有灵无啦？那母有答应，咱开始办；啊，无答应，那无多啦。我今年能够有机会咩？是啦是啦，啊，是讲今年年嘛。啊，那做功课啦哈，来。
主席张伟丽家来恭请到咱母娘慈悲主公普照来甲保庇哈。伫咱这个台南市立病院病房602-3号叶元娥，新北市中和区关山路143-27号郑世雄。那么这个时阵有一位咱正伫目前伫咱这个高雄中坚病院哈。原本是伫咱这个嘉禾病房啦吼，这个2618的老勤的啊，听讲讲即马起来伫咱这个普通病房啊吼，啊，这個、普通病房即下无主治啦哈，啊，麻烦甲哥来联络一下，甲这个病房的主治好阮吼。来，过来就是滨东关内埔乡龙潭村萧姓路356-10号张文宏。台中市东市区陂头里石城街93-67号黄金梅哈，而且恭请恁母娘慈悲，跟保庇，让恁大家身体健康，一切顺心哈。那么咱只有真侪位跟咱母娘中天照明来扶持，一个月100块功德非常大哈。树拿林一德张家涵12个月，杨梅张建忠12个月，关西。黄阿婷15个月，脱裤婚姻啦哈，郭伟宏12个月，后李王金芳8个月，中波廖进明10个月，大邱黄周桂英12个月，万丹陈金浩6个月，万丹李青山6个月，功德无量哈。张伟将来恭请着咱母娘慈悲。主公普照来给您保庇哈，哦，你也当正好消业，消灾延寿，前途光明，就灵通地位开通，逢凶化吉，改一生常在王宫，就万事大吉，福慧双修，法喜充满，咱今晚来进行对咱的地位容易。手把青衣插满殿，低头便见水中天。如今清净风为多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如果来到这边，智慧容易，这个单元的时间，大家非常感谢，在咱电视机头前的阿公阿妈。电视机头前的乡亲是大好朋友，咱作为善心大德，作为菩萨，作为师兄师姐，时间一到，也得和咱做伙伫咧做这个功课。小等请各位接下今日这个功德，咱来回向给天顶伫咧杯，土卡伫咧所，最能伫咧受一切众生，也请把今日这个功德回向给在座灾民，欢迎大家平平安安。赶紧来过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，并且把今天这个功德回向给咱的亲人，咱的阿公、咱的阿妈、咱的爸爸、咱的妈妈，回向咱在外口读书做工课的囡仔，给咱大家平平安安过。那么去年那时候念书，咱请个念书请起来，无念书的人请双手合掌，心肝来别念南无阿弥陀佛。咱来延续着咱呢，昨昏的这个话题啦，咱讲到着这个迷失自信，什么样的叫做迷失自信？就是讲哦，唔知影事实真相，唔知影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甲着咱家己是一体啦。所以迷失自信了后，就升起了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所以中名个称为叫做色啦，色意识的性色。所以呢，这个十法界无量无边的法界，就是安尼变现出来。伊是自性性德不能做主啊，啊，什么人要该做主？所以变成妄想分别执着，做不了主啊，哦，做了主啊。这个是咱的法相，法相中所讲的八识五十一心所啊。在那个做主了，安尼就做了着诸恶业，众人做了着一切善，伊就大乘佛法来讲哦，
也是伫咧做恶业啊，因为伊是八识五十一心数，所以八识五十一心数就是妄心嘛，伊毋是真心嘛，毋是真心所做的，也是共款恶啊。真心做的才是善啊，所以是我家内面的四乘法界啊，就是咱的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啊，这个藏通教佛啊，因拢所做的拢总是恶。不是神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明心见性，不是用真心啊，用真心做一切，拢总总是神啊。所以因此用妄心做的一切神也拢总是恶，因为没有见性嘛。所以你做了一切善业，出不了的是法界，一正法界里面的这发心菩萨，就是咱的分正为分嘛。啊，所用的是真心嘛。所以因所做的拢总是善的嘛。今仔咱在这个华严经典馆拢看到这善财童子哦，五十三参，甚至婆罗门包括到这个甘罗辉王啊、华所弥陀路所做的这个萨多因，因拢总是善呐。为什么是善？因为用这种的手段帮助众生来明心见性。来超越到这个六道，超越到这十法界，所以是善的。这就是诸佛如来的一个名义啦。那么咱唔捌啊，咱看到感觉真奇怪，因为这都唔是咱的境界。佛在咧讲这个代志吼，是为了要来度这个三宝世界众生，为了度十法界众生，所以有这个宽卡方便啦。你现在同住去参访的时阵，有礼敬，但是无赞叹，因为因用的手段不善，这就是叫做恶道啦，哦，恶道，恶的方法也会当来度这一类的众生啊。但爱看这个众生的根性，应当爱用什么款的方法来帮助伊，就用什么款的方法，佛无定法啦。佛有能力，有根基啦，凡夫不能学啦。为什么不能学？因为你无离开这个妄想分别执着，学这个方法难免你会坠落去地狱的。所以佛教化众生分真济等级啦，亲像咧办学校同款，有小学啊，有中学，有大学，也有研究所，每一个阶段哦。某一种的教学的方法，拢调整了对。所以咱今仔爱认识个清楚啊。你咱即阵只干来当算小学个尔，老菩萨，恁呐，真干来当算小学啊尔啦。哎，今仔咱伫遮做功课、修学，遐尼真侪年啊，为什么有个人功夫同款拢个无遐尼真好？因为咱就是无有对根本来修啊。有个人是纯粹敢那敢对念尔呢，哦，根本就是咱的习性业多，这就是佛法小学一年级的这个课程啊，啊，无论是大乘、小乘、显教、密教，拢爱依照习性来作为基础。所以净土法门上界基本的就是净业三福，三福第一条就是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、诸心不杀、修习性业啊。唯有真正修习善，哦，真正来孝亲尊师，哦，这慈悲才会当落心嘛。若无习善业道，孝亲尊师诸心拢总是假啦。罗刚观的这个圣王伫咧讲啊，世人做的这极当罪恶，就是不孝父母，不敬祖先啊。所以三宝当中具足了第一个条件的钱，念佛。才会当生到着凡圣同居土，具足两个条件：往生方便有余土，三福圆满具足，生到着十宝庄严土。所以呢，最低限度也爱甲第一福，甲落实伫咱这十善业道的啦。啊，无你讲一较粗俗，对父母不好，拜神都无用。有个人敢那哦，
一足侪人哦，钱开开呢，土地卖卖，厝卖卖，啊，那个管管呢吼，啊，讲要去做善事，啊，爸阿母啊，放了钱惨，啊，讲像你做你读开一空，我拢看拢无。嘛有人哦吼，去甲病人洗身躯，往介好啊，但是家己爸阿母啊，伊无要插伊，我咧想问你们在创什么话？所以咱做代志毋是做表面啊。啊！你看有个人个狗啊，抱个哦，啊要收整家，要甲狗洗身躯。你敢唔甲恁老爸、老母洗身躯？甲恁老爸、老母牵呢？免抱啦，牵呢得啦。有个人佫做袂到，所以你要好用虎表。但这点做袂到啊！你要人讲甚物？即摆人介济，功课好做啦，啊，甲这功德回向我爸母啦。爸母无啊，咱大做伙，咱着功课甲回向我，尽量会当做，尽量做啦。啊，无连讲也无机会通做，较搁你遐干哦，都无路用哩。来啦，咱来甲做回向吼。愿以此功德回向诸众生，解脱三界苦，解发菩提心。请我们讲下，咱甲地放开，这两句三句五句甲吞，未扎着有原则。来，请你。现在我们看第二天，就看刷第二天，回头。种种灾厄如电话，斑斑祸患似水消，福愿宝娘点灯十二愿，第一愿事业兴旺，仕途高升。第二愿，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第三愿，招财进宝，金玉满堂。桃园秋妹姐姐本官五月花。
求。